大家好，今天过来帮朋友挖一个映山红老桩。这个桩呢是前两个月的时候把它截断的，现在已经发芽了，发了很多芽了。现在把它挖起来，这个是丛林桩，这一棵上面有七个干，现在可以始挖了。现在这一个已经挖起来了，这个现在下面的根系啊，毛细根呢还挺多的。可以啊，现在拿回去了，给它寄过去。